有手机，然后还有那个自闭人。哦，可以自闭一下，那个你捡到的东西，可能要么就是我们进去里面跟你一一清点。你们先带回去没关系，我放在。没有嘛，我们要清点，确定，我们要清点，清点你捡到的金额。他们去报案吗？要，你这要拿收据了。要拿一个证明啊，证明说你有交给我们，要交给我们的金额是多少这样。好，来清点它里面的东西啊，里面很多现金。然后他会留，我留你的电话好了，因为你失责物的话，他会给你十分之一哦。他有权利要求十分之一。你有权利要求十分之一。本局日前接获一名男子自所报案，称随身背包不见了，其里面装有许多现金。后据了解，该刘姓男子当日由南投搭车往济光街啊缝补衣物，并规划台中一日游。为刘南欲搭乘返程的时候，竟发现背包不见了，里面装有刘南欲至日本经商的费用，外币总值约新台币100万元左右。原警随即调阅刘南行进的路线的入口监视器，正当一筹莫展时，接获超商行员来电称捡到一个包包，在原警的确认下，清点确认是刘南所遗失的包包，终于结束了一场惊魂记。